大家好，这是17号的早上，昨天已经报平安了，现在决定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，自己自我隔离一下。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疫情都是非常的重啊，所以我们决定到。亚利桑那那地方天气也比较热一点，热一点可能会对疫情的防控会有好的。现在是早上的7:58，然后我们准备出发，现在要。早上的7:00起，现在是脉数是42，多少秒？记一下，这是记一下，从加州到这个。准备去 CA，去这个亚利桑那。亚利桑那等于是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嘛，太阳城。如果寒冷的地方与这个病毒做斗争，还更不容易啊。马赛诸塞、内斯拉。犹他、内华达、科罗拉多、怀俄明、华盛顿、加利福尼亚、俄亥俄、夏威夷。凤凰城，准备去凤凰城，然后看看沿途有没有好的风景，我们可以多去看一看。会随时等到。一天的时候，会给大家报告一下这边的情况。实际上看到的风景，路上沿途的风景，还有就是，美国这边那个准备抗疫的情况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好，有时间再见，拜拜。